非常感谢所有28会所、45会所的弟兄姊妹到这里来与我们一同拨饼纪念主，还有新竹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但是我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你们有带很多福音朋友，能不能请你把你带来的福音朋友一起站起来好不好？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见证这个荣耀，好不好？连新竹的也算了，感谢主。因为时间不是很够，我们呢愿意在这里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看到你们，因为最好能够你今天在这里能够因听信福音得蒙救恩。我们也希望韩先生今天也能够得救，感谢主。因为神的救恩是从家开始的，主说一人得救全家都得救。所以有很多举重，我也不想举重，因为有很多，因为你们花那么大的代价从台北到新竹来，不是为了施小龙，是为了主，多能够见证在这里有那么多弟兄姊妹。我们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我代表新竹市教会欢迎你们，因为你们的福音我们也可以带更多的人一起参加福音，我也能够希望他们也能够得救。所以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感谢主。你们那个用就交给你们哦，交给28会所还是45会所。阿们，感谢主。我没有感谢主，众姊妹们平安。我们翻开手册的唱一首天上的歌。那我们宣读一遍。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
玩电玩真的不像，就是
一般人想的就是很有趣，但玩电玩也是玩到玩久也是很无聊这样子，所以变成是不知道人生过目标是怎么样子，所以我人生其实过就是非常的虚空，就是我生命就是空了一块，所以我这是我生就是我得救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生活就是一部分空了一块，另外一部分我觉得发现说其实。在我得救之后，我过教会生活，我其实生命上有一个变化，就发现说，其实我自己有想说，其实我以前是很讨厌自己的，因为以前其实就觉得说我自己，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知道我爸妈对我很好，可是我自己又非常的叛逆，就是自己知道说需要对爸妈好，可是我自己又没办法改变，就是知道需要改变，可是自己却改变不了，就是一样常对父母就是生气，常跟他们顶嘴，所以让我非常的。对自己很不满意，所以就是说，就是这个生命就是需要有一个转变，可是我自己不知道怎么转变，就好在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是遇到弟兄们，对，那另外一个第三点就是我看见就是自己看见这个世界上就是我自己在平常会去看，就是走路的时候会看别人，就是这样看，就是东张西望看路人这样子，然后发现说就是很多路人他们工作很辛苦，然后脸上都一直没有笑容，我想说，那我以后工作是不是就跟他们一样，就是为着钱，为着生活这样劳碌，可是一点生活一点都没有盼望。对，因为我一直这样看，我就觉得说，那我生活到底要干嘛？那我那时候想说，我干脆就是去死掉好了，反正过这么辛苦，然后我跟我父母又不是那么好，所以说就是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继续过这个生活，所以我这样有三个看见，就是。看见说，第一个我自己是一个虚空的人，没有生活中缺少了一块。因为看见我自己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就是被，就是一个失败的人，一个被罪恶充满的人。发现说自己没有一个转变，那我怎么样就是跟人家继续相处呢？第三个是我真的不希望就是在我长大以后就是这样过着这样劳碌。尤其我看到自己家人就是为着，因为我家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那就觉得说，就是我爸妈要养我们三个也非常的辛苦，他们也是为着这些生活就是这样劳碌。那我说，那我以后真的要跟他们一样吗？可是当我就是遇到弟兄姊妹们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在我面前。那就对我们来说就是基督，就是主耶稣。当那时候牧养我的弟兄，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吸引，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他非常的照顾我，就是每周会陪我一次家聚会。你们那陪我一次家聚会的时候，他其实都会请我喝饮料。然后其实不只是请我喝饮料，就是他我之前宿舍的时候，他偶尔也会来宿舍，就是看望我这样子来关心我，就非常想就是让我知道说，就是一个基督徒跟一个不是基督徒的差别到底在哪里。你们让我说知道这位属基督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温柔、非常有人性。就是喂养我的一个弟兄，你们让我很渴慕的要留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那也是我能见证说，就是我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也是借着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命的一个转变。我不能说我变得有多好，但是我能就是知道说我跟以前真的不一样。我不再像以前一样，就是时常这样发怒，或是时常对父母顶嘴，或是时常就是我以前是常骂脏话的人，就是现在弟兄姊妹应该几乎不会从我口中听到这些话，就是我以前就是常动怒，而且我以前是常打架，就是想要去跟人家动手动脚这样子，只要不满就是想要就是跟人家打架，但是我就说知道说就是有一个榜样在我面前，有没有就是带领我往前，所以我很宝贝，就是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个榜样。你们能够陪我一同度过这个我自己的一个难处，能够带我，就是借着他将这生命供应给我，你们使我这个生命有个转变。其实我很宝贝这个诗，刚才唱的那个诗歌，101首赞美主他的复活。他说我属基督，凭他活着，一切就都全胜过了。那我现在宝贝就是我现在能够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因为唯有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我就能够胜过这个罪恶，胜过我所认为的败坏。因为我依靠主，有没有？我凭着这个主的生命，我一切就全都胜过了。那就能够跟弟兄姊妹们说，还有跟福音朋友们说，在教会生活。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欢喜，何等的有福，且是何等的有盼望。
我是二十八会所的同屋家纯姊妹，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因为跟主有甜美的相遇，所以紧紧跟随。那今天我很喜乐的呢，想要和大家分享我个人得救的见证和经历。那我是在104年12月受浸得救的。感谢主，受浸成为神的儿女，是我人生重新的开始。感谢主的恩典还有带领。对，在尚未得救之前，其实我是一个专职的妈妈，那我就是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家里。那看似别人很羡慕的生活还有日子，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内心其实蛮苦闷，也很空洞。那我觉得自己不是真的那么享受那样子的生活。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我的大儿子那时候刚好小学二年级。然后他在学校就是比较固执，然后也很刚硬，所以在学校常常惹麻烦。然后我心里便开始有个念头，就是想要把他带到教会来。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呢？是因为我有个美国的阿姨，她曾经跟我说过，把小孩子带到教会里面，就像把钱放在保险箱里面的一样。真的，记得这句话，所以我想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对，当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真的很奇妙。我就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就有一位姊妹，她前来找我，她说：“请问你有没有小孩子？”我就说点点头。她说：“请问那你愿意带着小孩子来我们家的儿童牌吗？”那时候刚好因为我这样的想法，所以我就没有想太多，我就一口就答应了。所以感谢主，当我寻找的时候，我就寻见。所以我和我的孩子很快的呢，就蒙神祝福的加入了儿童牌。那我也很快的，大概在两三个月之内，我就受浸。那在牌里的儿童呢，他们真的是天真活泼又可爱。对，但是真的也有很不受控的一面。那可是里面的姊妹们，她们真的都非常有耐心也有爱心来对待这些孩子。那时候我心里觉得，哇，这些姊妹们脾气怎么都这么好。对啊，后来我在里面配搭服侍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这些都是神的爱到我的里面。对，因为神自己他就是爱。对，感谢赞美主。在这三年多里面呢，我受到这个姊妹们的扶持和喂养，那我十分享受这样子的教会生活。那从前我苦闷跟空洞，也因为主开始有一些变化和改变。之前还没有得救之前，其实我很常常因为别人所说的一句话，我就半点，然后困扰我很久，然后常常因为这样心情不好。但是得救以后，觉得很宝贝圣经里面的话，因为圣经里面的话会让我得到安慰，唯有主的话才是生命。在马太福音他的11章28节说道：“凡劳苦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非常宝贝这句话，因为他常常这样安慰我。感谢主，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即便生活上我们还是有难处，小孩子还是有叛逆的时候，对。但是我相信主的同在跟看顾。他替代我胜过一切外面的环境，然后感谢主，恩典就是神自己，他在我们里面。那在教养孩子上面呢，我也调整我自己，不要再碎碎念，然后并且为着孩子们祷告，相信主在他们身上必有带领。那求主赦免我，也赦免我的孩子们，让我免于这样的试诱。在圣经里面有句话说到：做父亲的不要惹你们孩子的儿女的气，只要用主的管教和警戒养育他们，然后教养孩子走当走的道路，就是到老他们也不偏离。那愿主祝福今天来的福音朋友们，愿你们敞开你的心，单纯领受这样子的福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朋友们，大家好，平安喜乐。我是那个王子元弟兄，他是我的妻子张琼芳姊妹哦。那我是在27岁的时候结婚哦。他的父亲呢，已经大概是70多岁。那其实啊，这个不会演这个爱好自由的我，这么年轻就结婚哦。那一方面啊，有一部分是要满足啊父母的这个殷切的期盼哦，以及抱孙子的心愿哦。那这个在婚后的1年半后啊，就顺利的生下了女儿哦，那完成父母亲的心愿。但是啊，不幸的事情呢、啊，却悄悄的发生。这个小孩的出生啊，固然是令人的喜悦，但是啊，这个对我来说啊，好像是一个超乎我能够这个负担的一个这个重担。那因为我的逃避软弱啊，就使太太陷入这个产后的忧郁啊，
那个心情啊，生活啊，就引起了变化。那回想当初我们夫妻的情形啊，真的是哦，满了痛苦啊，真是无奈。那原本好好的婚姻啊，怎么会走到这种地步啊？那就像这《使徒行传》三章这个所说的，我就是一个瘸子的，毫无行动的能力的。那我无法解决我们夫妻间的问题哦，只能够渐行渐远。那相敬如宾，婚姻呢、啊、也走到了尽头。对，我真能见证主水为我预备的，就如灵前二章九节所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当时的我因为婚姻走到了尽头，心力交瘁的带着女儿就离开先生的家，结束了十年的婚姻。我与先生认识七年，原本以为爱情长跑这么多年，单纯的爱情很有把握，就决定嫁给他。原本以为这样可以从此以后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但是幸福的生活只过了半年。半年后我怀孕了，身心就都起了变化。先生也因工作的关系常常晚回家，甚至把我一个人丢在家。我心里很不平衡，常常向他抱怨，恶言相向，夺命连环抠。我越是歇斯底里的控制他的行动，他就视我为毒蛇猛兽，避之唯恐不及，也产生了婆媳的问题。终于撑不下去了，我带着孩子到北投投靠爸爸妈妈。虽然他们爱我，帮我照顾孩子，让我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工作，但是我活得好累哦，我也活得很痛苦。感谢赞美主，神没有撇弃我，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主不仅给我继续活下去的力量和信心，他更是柔细的安慰着我。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主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火把他也不吹灭。”当我听见这话，我无法掩饰心中内心的激动，在姊妹们面前放声大哭。主的话医治我，借着每天的晨兴，我享受基督与教会的生活甘甜的实际。每早晨到师母家与姊妹们晨兴，一同导读主话，接受主的供应。我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基督的爱，他们陪我祷告，主的话充满我的主的话充满了能力，主的话洗涤我的罪。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二节，主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回来。”悔改这两个字深深烙印在我心里。以弗所四章二十四节，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在照着神在那实际义和圣中创造的。我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姊妹们向我解释，义是照着神公义的法则，与神与人的关系都是对的。圣是在神的面前敬虔敬诚虔诚，我非常摸着与神与人的关系都是对的这句话。隐约的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对我说：“琼芳，你要回去道歉。”于是我向主祷告，求主给我机会向先生认错，给我勇气刚强的灵向公公婆婆认道歉。但是该来的总是要来，有一天突如其来的接到先生来电，他说把离婚手续办一办。当时还是觉得很激动，主啊，求你教导我该怎么做。当我回转向主，当我竭力的呼求主名，渐渐的心情平静许多。办手续的那一天很难过，哭得无法自己，不断的呼求主名，求主与我同在。一路上与先生分享我们的教会生活，我非常清楚明白，若不是因为有基督做我生命的顶替，若不是因为有主活在我的里面，我怎么可能心平气和的和他去办离婚手续，还向他传福音？这一切都是主的怜悯。有一天，有一位弟兄对我说：“神的救恩是以家为单位，我们要用家来服侍主。教会会为你们复合祷告。”当时我心情实在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因为我有许多天然的想法，我认为我们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对事情的看法和处理事情的态度也是南辕北辙，个性不合，坚持己见，真是相爱容易相处难。我不是对神没有信心，我是对我自己没有把握。看到弟兄姊妹们迫切地为我们这个家祷告，我就不好意思说消极的话。当我越是软弱，我知道我只能紧紧地跟随羊群的脚踪。于是我向主祷告：“主啊，我承认我软弱，我承认我不能，但是
我不知道主要我学习什么功课，但是我可以做的就是顺服主的带领。刚开始要为一个曾经弃绝你的人祷告很不容易，但是主要我做我就去做。主说我心里谦卑柔和，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并且要跟我学，你们的魂就必得安息。因着主的缘故，我愿意向先生道歉。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在一间人声鼎沸、生意兴隆的餐厅，就鼓起勇气向他道歉。我不顾别人异样的眼光，真心的对先生说，主如何光照我，我不奢求他原谅我，我也没有别的目的，只希望他明白我是在耶稣基督的名里向他道歉。到现在想想都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但是我知道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主彻底医治了我。那天先生对我的道歉没有太多的感动，但是我自己深深感觉神医治的大能在我里面动工，他抚平我的创伤，也给我机会弥补对夫家的亏欠。从此以后，我不再为自己的光景感到自卑。妻子的变化影响我，面对妻子的道歉，身心木讷的我不知道如何的回应。那其实啊，我们的婚姻出问题啊，不是只有他的问题啊，那是双方都有问题哦，那双方都要负责任哦。那太太这个认错的动作啊，使我惊讶于她的改变，那这也成为我们全家得蒙拯救的一个转捩点。那因此啊，对，因此啊，她对我的善意啊，还有关心啊，甚至啊，她承认自己的缺点哦，那我也对她敞开啊。那经过这一次的事情之后啊，这个我发现啊，这个太太的这个改变哦，原本是易怒啊、爱当大小姐的个性，变成一位啊遇到事情可以很快心平气和的人。他告诉我，借由神的话，借由祷告，让心情可以很快的平复。主就是这个慢一慢，等一等，经过主吗？所以啊，我也想亲近主，可以让自己得到好的变化。那一次的祷告啊，经历安息。那不久之后啊，这个我的工作啊遇到了瓶颈哦，而且父母亲啊又在我出差的时候身体啊都相继的出了状况，那当时的压力非常大，但是啊我却发现不到啊可以找一位啊知心的好友来分享。那这时啊我就想起了我的前妻哦，当时已经是半夜三更了，那但我迫切的想跟他说话，于是啊我就拿起了电话，我就打给他，他对我说啊，我对你那个工作的这个专业并不了解啊，无法为你解决问题，但是啊，他将他的神还有用主耶稣的话安慰我。那我们讲电话讲了两三个小时之久啊，这是前所未有的经验。他甚至啊，他带我一同祷告，这是我第一次祷告，第一次对主有经历。挂完电话后啊，很安息的入睡了。那之后啊，他常常传圣经的话来安慰我。圣经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主的话就成为我的力量。感谢主安排这些环境，感谢主使我认识他，让我度过了危机。那后来啊，这个琼芳邀我参加生命故事的福音讲座，我也欣然答应了。那主讲者啊是这个荣总的肾脏科主治医师，刚好就是我父亲的救命恩人。当晚我听见了，也看到了第一次的福音。神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在受神的爱感动啊，就决定受浸了。神原谅我，使我的家从死亡中复活。哈利路亚。认识主耶稣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幸福。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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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阿门。阿门。这个旁边这位是我的妻子。感谢主，这个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子源弟兄啊，跟琼芳姊妹、啊、他们做这个见证啊，真的是死而复活的见证啊。
原本呢这个婚姻呢是已经不是只有分居啊，是已经根本就已经是已经走到了这个尽头了，已经结束了啊。但是感谢主啊，主啊，这变死亡为生命的那一位啊，感谢主啊，这是在神呐、啊，没有一件难成的事情啊，感谢主。这个刚才啊，要给我准备啊唱诗歌啊。不由得哈，本来今天没有要唱这一首的啊，但是感谢主了，我觉得说啊，我们现在再把这首诗歌啊再唱一唱，或者啊更能够啊有这个生命的这种喜乐，生命的河，喜乐的河哈，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们再唱一次好不好？啊，但是唱法不太一样啊。我要唱那一福音朋友们呢、啊，在位置上站起来好不好？来陪你们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来，我们今天的这个我等于是我们今天的贵宾好不好？好，我们请来的福音朋友们，麻烦你们在位置上站起来。那请他们来弟兄姊妹呢，也陪他们啊站好不好？来一起来唱这首歌诗歌来。心里有
像我们的这个福音朋友们啊，唱诗歌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喜乐啊。这个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啊，其实呢我过去也是以唱歌为生的啊。那以前唱的歌啊，说句实在话，同样的节奏，但是呢却没有生命。对啊，这还真是对。但是也不要对得这么大声啊。以前的歌啊，唱一小段你听听看啊。啊，那那个歌叫《拜访春天》啊，前面不要唱，唱后面啊。今年我又来到你门前，你只是用柔柔乌黑的眼，静静地说声抱歉。最后一句，这一个世界，歌名叫做《拜访春天》，最后一句说怎么样？到底是有春天还是没有春天呢？哎，以前年轻啊，不懂事，哎，以为这是一首很欢乐的歌，还唱得很高兴。哎，现在啊，年纪渐长，我今年满60啊。这个现在唱出来不对啊，这个歌是没有春天呐，对不对？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呐，这啊，其实虽然是一首民歌，但是啊，是确实啊，一个人生的一个写照，对不对？我们啊，都希望能够去拜访春天，拥有春天。哎，这个妈妈希望这个小孩子，对，小孩子身上能够拥有春天，长得健康、白胖可爱，哎呀，成绩啊，这个非常优秀啊，健康的成长，对不对？哎呀，然后等我们这个年纪渐长以后，希望在我们的婚姻呐、啊，对不对？子源啊，哎，这个琼芳，在我们的婚姻、家庭、爱情啊上面能够拥有春天，或者呢，有的在希望在我们的事业啊、学业啊、学位啊，甚至我是可能是总裁，在我的企业上面能够拥有春天。再年长，希望在我的健康上面，或者在我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甚至可能在下一代身上拥有春天。可是说句实在话，我们呢、啊，每一个人呢、啊，你现在扪心自问，即便你很可能你抓住了短暂的春天，但是呢，你这个春天在你手上，不可能片刻都不失去，对不对？所以这个春天呢、啊，如果有的话，也不过是短暂的。所以啊，今天我们刚刚啊，这个听弟兄姊妹的见证也好，刚才那首啊唱一首天上的歌也好，你就会发觉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弟兄跟姊妹的见证，还有这个我们的姊妹的见证啊，还有我们刚才一位年轻的弟兄的见证，都讲到了什么？都讲到了，哎呀，过去可能啊是在一种痛苦、压制、忧愁的生活里面，但是感谢主，不晓得是哪里来的一个力量，却能够叫他胜过这一切。亲爱的朋友，这是我们人不可能有的。问题是人产生的，人就不可能解决问题，对不对？婚姻的问题是先生跟太太啊两个人发生的，所以这两个人啊就解决不了问题，去找了婚姻谘商专家他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婚姻谘商专家他自己的婚姻都有问题。我原谅我这样说，几乎世界上没有一对夫妻是1000%没有问题的。你生长在你的家庭，我生长在我的家庭，两个人到了20-30岁结婚了，对不对？脑袋里面装的东西不一样嘛，就像他讲的，对不对？哎，这个我们两个有不同的价值观啊。我跟我姊妹啊，一个175公分，一个将近175公分，对不对？光这个就看起来就不太登对啊。但是感谢主啊，我跟我姊妹结婚的时候，我说，哎，主是借着环境向我说话，从今天开始我要时时仰望。哎，一直仰望到现在，脖子还蛮酸的。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如果以我们这个所谓的那种教育啊，叫我们要有大男人主义，要有什么刚毅木啦，什么什么那些东西，我们怎么可能啊会这么像的这样柔柔顺顺的？哎呀，怎么样啊，我仰望啊，不太可能的，对不对？啊，这个琼芳跟这个子源啊，哎，这个我发觉他们这个今天大家这个如果有录影的话，回去好好再看一看，哦，这个比8点档还要精彩。虽然我们现在都不看8点档，但是哦。这个是比这个剧情实在是太距离万金了，哦，真的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感谢主，主就是这位导演啊，把他们两个看起来已经是在这个死亡里头的，却能够复合在这个啊复合在复活里复合，这个人的手把他们两个又牵在一起，那个叫隔墙拉手，对不对？啊，隔墙拉手没有意义，但是感谢主，他们俩现在有个同样的生命，同样的性情，神是他的神，也是
他的姊妹的神，阿们。父是他的父，也是他姊妹的父，阿们。同有一位神，同有一位父，阿们。同在基督的身体里，哎呀，你看弟兄姊妹啊，亲爱的福音朋友们，你说这样好不好啊？对不对？啊，所以感谢主。好，今天呢，我们要唱的第一首诗歌啊，其实已经不是第一首了，刚刚已经唱过了啊。好，就是啊，告诉我们。我们过去啊都在痛苦压制忧愁里面，可是很特殊的是，神的儿女有很特殊的一个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这个自由，这个荣耀是啊，是一个国度啊，是一个范围啊。我们啊得着这个荣耀，我们就被带到这个荣耀里面去，带到这个范围里面去，荣耀的范围里面享受一切的自由啊。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啊，来这个。对，可以唱一下，我们那个单张里面有啊，对，在左侧里面有啊。啊，弟兄姊妹好，诗歌不是用来演唱的啊，诗歌是大家一起唱的，好不好？我们一起唱啊。让我满怀喜乐告诉你，朋友。
哦，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唱诗歌。啊，因为这个外面的歌，我刚刚讲，不管再怎么样，都没有太多的感觉。我们唱诗歌，真的里面是有神的生命。那么这边呢，讲说啊，我已得到真正的自由。亲爱的朋友，你想想看哦，今天你可能会说，哎，我是自由的，没有错啊。但是你想想看，我们真的扪心自问，里面有没有痛苦？里面有没有压制？里面有没有忧愁？甚至有没有要求要你这样，要你那样？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有这些的时候啊，就像啊，刚才我们的这个林弟兄，对不对？林兄在哪里啊？对啊，他说啊，他以前很讨厌自己，但是啊，又没有办法改变什么，想要啊，这个好好的对爸爸妈妈态度好一点，但是又做不到。哎，立志为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哎呀，我这是苦恼的人呐、啊，对不对？神能救我这脱离这俗世的身体啊！也感谢主啊！所以呢，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啊这个对现状有不满意，但是却没有办法无力改变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有痛苦，对不对？啊啊，对你啊，外面有些的压力，不管是有形的或者无形的压力，让我们这个人啊似乎没有什么自由，对不对？这个呢就是压制，你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感，你不知道明天再到底是探情啊，是撩情啊。啊、哦，明天身体是好还是不好啊？对，我们有时候就会这样的，为着甚至于啊，甚至到一种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我们常常不是为明天忧虑，真的，我们为下一秒钟忧虑，对不对？常常就是这样子，哦，啊，等一下不知道会不会怎样哦，哎，还没有想到那么远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接受的教导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其实你有远虑啊，你也少不了近忧。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应当一无挂虑。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啊，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的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与在基督耶稣里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神一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忧愁的，我们当然就自由。哎呀，亲爱的朋友，这个啊，讲起来。有些人会说啊，是有影有影。其实我讲就是，这个啊，经历真的是要慢慢慢慢的经历。我们呢、啊，在座的每一位，实际上来讲都有这样的经历过啊。我们每一位都会有。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讲说要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啊，神的儿女，我们呢、啊，我们刚才哎呀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们这个播饼的时候啊，我们弟兄又讲了、啊。哎，今天还没有受浸的啊，对不起，就先让这个饼杯啊先略过。待会儿这个我们福音聚会结束，你只要受浸了，你就可以啊。刚才那个、啊、就跟你就有份了。阿门。哎呀，感谢主，神儿女啊，神的儿女是有荣耀的自由。我们是啊，神不是拯救我们，不是只有叫我们脱离罪啊，免离死亡。他要把我们做成跟他一世一样，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面去。所以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你想想看，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得着了神，我们就有神的生命跟性情，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啊，神的儿女，想看父母亲呐、啊，对儿女们绝对是最好的吧，对不对？啊，这个海明弟兄啊，孩子今天跟你要什么，对不对？跟你要鸡蛋。啊，不是跟你要什么？跟你要鸡蛋，你不会给他什么？啊，跟你要饼，你对不对？对不对？你也会给他吗？对不对？啊、哦，所以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会把我们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对不对？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把圣灵赐给我们？还有我们得着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我们就有了神的生命，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与我们调和成为一灵。那亲爱的朋友，你也许啊，哎，这个是好像很特殊的事情，说起来讲起来是非常非常抽象，但是呢实际上一点都不抽象。为什么？这是可以实行的。我们啊，每一位刚刚讲说神的儿女，神的儿子如果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最好最好的方法别无他途，就是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得感谢主，神的儿女就在神的爱里面。啊，接下来要唱的这首诗歌呢，哎呀，我非常非常喜欢唱啊。那么，这是补充本经的318号，感谢主啊。这个诗歌啊，好，这首诗歌啊，我们唱的时候啊，可以跟主之间啊
有一种非常非常亲身的感觉。对，真想说头一次的爱啊，超这个头一次的爱，最甘甜的爱，耶稣耶稣我的爱，头一次的爱就是上好的爱，最好的爱来献给我们的主啊啊。当头一次遇见了你，我的心充满欢喜，阿里路亚，喜乐满溢，主耶稣充满在我里，头一次的爱，最甘甜的爱，耶稣耶稣我的爱，超过一切真实的爱，竟然历尽我难辨的真实的爱，耶稣，耶稣，我的爱。这个啊，我们常常讲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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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有时候我们讲到说啊，这个朋友有朋友之爱，哎，我们讲到说啊，亲子有亲子之爱，啊，我们讲到夫妻有夫妻之爱。说句实在话，这些爱啊，这个原谅我这样讲，我们看它的真相，它虽然呢 很可能其实啊，说真的。它有可能会改变啊，因为呢，我们人不可能永远存在，所以这些啊都会改变。但是呢，圣经里面有一个爱叫做 agape， 这个叫做神的爱，这个爱是永远不改变的。以它的存在来说是永远存在，以它的性质来说是永远不变。亲爱的朋友，我们啊，这个，我做一点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其实呢，我从小就在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啊，那我父亲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哎，那但是呢，这个小时候呢，
是比较在传统里面啊，也在宗教里面的那种感觉啊。但我一直到大四的时候，大四那一年才在啊，因为我念师大就在对面的三桂所，在那边受尽贵族。大四，民国七十一年啊，干甲子啊，哦，回过头来想想，真的蛮久，对不对？啊，有时候人家问我说，哎呀，师弟兄你什么时候得救？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回答啊，因为呢。其实啊，我是分两段啊，前面叫做得救，后面叫做恢复。那个前面呢，我大四那年啊就受尽了，对不对？归主啦，对不对？那个时候如果好好的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哇，我信啊，这个你看从七十一年到现在，好像108年了，总共几年时间呢？哇，你看36、37年的时间，对不对？哇，多丰富啊，对不对？你看，这是可以享受。可是呢，我中间呢却有18年的时间呢是空白的，啊，这个讲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别有所爱，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呢就不在他里面。我当时呢就跑去爱世界，啊。有的时候讲到这边呢，想想说这个好像不能全怪我了哈。那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因为我还算是个孝顺的孩子啊。当时呢，啊，家里面呢，好像因为需要盖房子，需要用钱嘛。那那个时候又比现在稍微这个知名度稍微高一点点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演出啊，而且那个时候的房地产特别好，所以呢，这个礼拜天呐，啊，我们叫主日，主日要聚会。可是那时候，从那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啊，叫做工地秀啊。那工地秀一定就用上午啊，对不对？那早些人就来唱歌哦，啊，很多人就来看啊，唱到人家头都昏了，就圈下去了。对，啊，我们就是办做那种事情啊，就是反正就跟唱这样的。那个时候，有时候想想说，主日实在是应该要好好的聚会，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哎，又好像这个钱好像又不赚，有点可惜啊，对不对哈？哎，那个时候呢，有点天然，对。虽然无论如何，人说，哎，我们还是祷告一下，对。那这个人家找我们去做工地秀，哎，就祷告一下，主啊，哎，这个主日呢，这个，啊，我看啊，主啊，谢谢，那这次我先去好了，好吧？啊，主耶稣，谢谢你，好吧？啊，就跑去了啊，就然后呢，哎。一次呢，就回来之后呢，钱赚了，但是里头就有点这个，又有点过不去啊，感觉好像为了赚钱，然后主都不要了，啊，后来我回来想想，不行，回来就开始立志，下一个主日，天可废，地可弃，主日聚会不可不去啊，才在立志而已，人家电话又来了，也是叫我跟你讲啊，这次呢，啊，一天两场，价码还特别高，哇，这很为难，对不对？祷告主啊，主啊，这个，感谢你啊，赐给我的真是超过我所求所想啊，谢谢。哎，居然又跑去了，你看看啊，一次不聚会里头有点那个不对啊，对，两次不聚会，这个感觉就慢慢淡，久而久之呢，真的就渐渐挪移啊。各位啊，这个弟兄姊妹啊，罗德的失败不是一次的，是渐渐挪移的，所以我当时也是这样，等到蓦然回首，我已经身在所多玛了。哇，主耶稣啊，啊，我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就这样子离开主，离开弟兄姊妹，长达18年的时间。其实说实在的，这18年，外面看起来，人家叫做哦，你好像啊很辉煌啊，你会这个，你有这个，你有那个，我要跟他弟兄姊妹，还有跟亲爱的朋友们，我跟你们说真的，外面看起来光鲜亮丽，里面。黑暗无比，外面看起来好像你有很多，里面却空空如也。所以这个啊，是我曾经有的经历，所以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离开了主，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不是。所以啊，感谢主，这个超过一切真实的爱，竟然在我流浪了18年之后，再度临及我。把我的脚引回到平安的路上，所以感谢主。现在呢，哎呀，我们是站在恩典中，行在平安里啊，哦，享受这样的生活啊，哦。所以呢，哎，我们现在再唱一次好不好？最后，当头一次。
觉啊，这个神的儿女哦，很喜欢唱诗歌，啊，特别是啊，很喜欢唱爱的诗歌。好，那么这个接下来有一首诗歌啊，哇，这个是我诗歌里面的首选啊，可以说我最喜欢唱这一首。啊，听我唱，奇妙爱，啊，那这首诗歌呢？感谢主啊！好，感谢主啊！因为哦，虽然唱过很多的歌啊，但是呢，这个当然呢，以前我们唱过一些歌，里面也有讲爱的，我也写过啊，对不对哈？那特别我还写给学生，我以前当老师啊，写给学生啊。啊，老师啊，爱学生啊，学生毕业之后啦，啊，祝福他们啦，写这些，当然这些也是充满了爱，但是呢，这些的爱啊，没有办法跟这首诗歌来相比，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讲的是真的是啊，是一个奇妙的爱，啊，那这个我们先把诗，因为我想今天可能有福音朋友，可能第一次听，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歌词啊，先念一遍好不好？好，来听我唱，奇妙爱。是耶稣从天来，十架上把裂开，将神圣生命释放出来，真喜乐最全胜，尽我灵解干渴，祝我心永联合，且从我永处独相合。阿们。他与你并不远，就在你头里面，主的灵亦不寒。这首诗歌呢，很适合轮唱，轮唱就是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啊。这个跟建华弟兄我们示范一次啊。听我唱，听我唱，奇妙爱，奇妙爱，是耶稣，是耶稣，从天来，从天来，十架上。清楚，这一位主为了爱我们，这个奇妙的爱，为了爱我们，他离开了天上的宝座，到地上来，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拿撒勒人耶稣。他也为我们经历了人生许多的忧苦，他始终为我们，也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裂破，宝血流出，然后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叫我们能够蒙神称义，叫我们能够得着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样的一位的这个救主，
这样奇妙的爱。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里面啊实在要心被恩感，好好的来唱这首诗歌。弟兄姊妹，你们先唱，我后面唱，来。我们不要有宗教的观念，以为一定要今天要行善，一定要做什么好事，一定要成为什么好人，我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没有，圣经上没有这样说，圣经上只有讲说什么信而受尽必然得救。感谢主。所以只有一个信，就是接受的意思。哎呀，我在台上讲的口干舌燥的，哎呀，我啊这个这个水啊，我姊妹拿给我，然后呢，我就开始分析啊，这个水啊，水叫做什么？叫做 H2O 是吧？然后呢，这温度多少啊？里面有什么多少什么微量元素啊？啊，然后呢，怎样？我分析到明天早上，水还在这边，对不对？我还是一样干渴。亲爱的朋友们，你的生命干不干渴？那我现在真的是我的肉身的这个哇。我非常的干渴，讲了太久，唱了太多，干渴，告诉我怎么办？怎么办？毛妹妹，我现在该怎么办？啊？说，我该怎么办？喝，好，我就喝给你看。感谢主。喝下去，解我的干渴。我们的这位主是可吃可喝的。把它喝进去。不要成为在你外面客观的，好不好？让它进到你的里面，成为你主观的救主，成为你主观的供应。感谢主。现在呢，我们再唱最后一次。那么这一次呢，这次啊，我们呢，因为刚刚都唱什么啊？它离你并不远，我们唱给人家听的。对不对？有一点客观，现在我们要唱的主观一点，他离我并不远，好不好？来，我们也请我们的福音朋友们呢能够站起来，我们的这个啊带他们来的朋友们呢，而且弟兄姊妹呢也能够陪他们一起唱，他离我并不远，就在我
头里面。好，就在我头里面，所以要怎么样？主的名要怎么样？好，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呼求主名就必得救。我们来呼求呼求主耶稣的名，好不好？来，来试试看，好不好？来，哦。非常清楚，凡愿意，谁都可。凡愿意，谁都可。愿不愿意？亲爱的朋友们，愿不愿意？只有一个愿意的问题，没有任何的条件，只要你愿意，谁都可。从救恩的水泉来怎么样？来，要不要付代价？有。需不需要做什么？有。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信而受浸。信而受浸。我们呢、啊，待会儿有受浸的服事。亲爱的朋友们，受浸呢、啊、不是一个仪式，虽然看起来他好像要做一些什么，但实际上来讲，外面虽然有啊，我们等一下要换个衣服，然后呢到这个浸池去啊，大概非常快的时间进到水里面就起来啊。虽然外面看起来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却有非常非常的不同。第一，你呀、啊，信而受浸的时候，你浸到水里面，你就连于主耶稣的死。当你从水上水里面再起来的时候，你就连于主耶稣的复活。所以当你再起来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在新造里复活的人。这里一直在唱复活的诗歌，复活的诗歌，对不对？这个复活要跟你真正的产生关系。信而受浸，你就得着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感谢主啊！当然啦、啊，其他你说什么福利、平安，还有什么什么喜乐、啊、这些 哦，我听那个光荣弟兄讲，那个叫买鱼送葱的原则啊，就是你受浸啊，成为神的儿女之后，这些啊都会有了啊。所以我们啊，不是看那些，我们啊真的是要那条鱼啊、葱蒜有没有那个，反正都一定会有的。感谢主，今天我们重要的是要得着神永远神圣不朽坏的生命。王贝贝。福音聚会听了很多次，爱宴大概吃了蛮多次啊。今天信而受浸，要跟这个女汤啊，要在同一个国度里面啊。感谢主啊！所以啊，今天还有很多位的朋友们啊，可能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去啊，这个也不用点名了哈。感谢主，今天啊，里面有感觉的，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消灭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你里面现在哪蹦蹦跳，那就是圣灵在催促你受浸啊，去啊，大胆的、放胆的去受浸，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个祷告，好不好？好，感谢主啊！我讲一句啊，你说一句，好不好？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听见福音，让我们听见福音，知道你是一位复活的主，知道你是一位复活的主，要把你的生命，分赐到我里面，谢谢主，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如同云彩一般，向我们做见证，围绕我们，诉说你的恩典，奇妙的作为，主耶稣，我愿意向你敞开我自己，求你进到我里面，我们呢，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我们的弟兄们啊，然后后面还有你报告啊。感谢主，阿妹，谢谢大家啊，请坐。感谢主，阿妹。今天呢、啊，我们的诗歌福音聚会就是停在这，是要受浸的这些朋友们，就请弟兄姊妹陪着他们到楼下，我们在楼下有施浸的服事。阿妹，谢主。Amen， Amen， 求主祝福我们。Amen， 感谢主。Amen， 可以啊。那姊妹，我们再唱唱那个《听我唱奇妙爱》，好不好？好，感谢主。我们也非常
这个期待这个我们台北市召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到基督来，跟我们一同来相调，在身体里一同来建造。好，那今天准备受浸的一些朋友啊，你可以到楼下啊，我们楼下有施浸的服事啊，盼望你能够抓住今天的机会，能够成为神国的儿女。阿门。阿门。阿门。